嘛呀你们？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一天一度的狮灵桌游争霸赛。哎，我们这次又请到了范式。啊，又是我，又是我，大家好，大家好，是吧？连续三周，买了个套票，我真喜欢，衣服都不换了。哎，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不来我身体不舒服。你看小李也是，都不换衣服是吧？你看我还换一套衣服啊。大家看到我这身衣服啊，就知道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了，跟魔法师有关啊。这次玩的游戏啊叫做出包魔法师。哎，我们现在扮演呢就是各个魔法师，我们在斗法啊。哦，修帕啊，就是这样啊，修帕啊。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放好牌了啊，这个我们这个牌有点特殊，只能给别人看，自己是看不到的啊。到我们的回合，我们要吟唱出自己的咒语，如果说吟唱对了呢，那可以吟唱出来，那吟唱错了呢，自己要受一点血啊，受点伤害。你这个魔法师，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会什么魔法，是的，每个人六点血啊。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你把别人打死。第二，你把自己的五张魔法都吟唱出来。第三，你把自己打死。还有这种情况。对，你唱错法术了就会打自己一下啊。好，如果结束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玩，如果说有人到八分那就赢了。那废话也不多说，直接进入游戏吧。好了，施法。好，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游戏了啊！先由我们的小曲魔法师开始吟唱你的咒语吧。哎，小曲屌了呀，有古代巨龙啊，可以啊！你以为我不敢喊？那你喊，古代巨龙啊！快投彩，给他投彩，给他投彩！真有啊！真的没有！哎，给自己扣血吧！我咋没有的？哎呦！哎。好，扣三点血，扣三点血，来，一共也就六点血啊！我先来，火球术。哎呦，好，放出，可以，小曲上来就只剩两滴血了。火球术，掉血，掉血。好，五张给你啊，范式开始。闪电暴风雨，掉血，掉血。哎，这怎么会没有？我的天，那我也来，闪电暴风雨，啪啪啪。哎呀，可以！但是觉得自己一定有闪电暴风雨，意味着他觉得我们场上没有闪电暴风雨，所以说我也没有闪电暴风雨。懂了，懂了。闪电暴风雨或者暴风雪就可以打。你来，暴风雪，哈，别死！好吧，太好了，怎么绝地翻盘？啊，魔法药水，死了，是的，一共八个魔法药水，我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啊，好，那我们计下分啊，除了小曲，我们每个人各得一分。结束太快了，我也。好，那我们开始下一盘，绕死你。好了，我们第二盘开始啊，继续由我们刚刚死掉的小曲开始了，怎么样？可以啊，小曲又有了呀，又有古代巨龙，这次真的有一轮秒了你们，我不多说好啊。来，闪电暴风雨，可以，有，你只能喊比五更大的数字了啊！闪电暴风雨，哎呦，可以，看过了呀，去拉满，我和李哥现在就剩四点血了呀，你让我一下把五个全喊完好吧？可以啊，来，对啊，暴风雪，好，自己掉血，可以。给你两个，居然没有啊！黑暗幽灵，好，扣血，扣血，到我了，我刚刚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这次肯定没问题了啊！你呢？暴风雪，掉血，而且暴风雪是打那边啊，是的，是打我这里啊，知道左手边的玩家，好的呀，送一波魔法药水，好，回一局，过了，哎，这么怂啊？那肯定要怂一波的呀。黑暗幽灵，哎呦，可以，哎呀，全场少一点血，我的天哪，我是来回一滴啊！啊，对你还要回一滴，我要回一滴，吸血了，哇，血拉满了，现在拉满，火球术，哎，可以，再打一下谁？打你，打你，啊，又你是不是死了呀？我没有，我还有三滴血啊！你呢？你是不是我两滴血？哦，那你打左边的人去，火球术，啊，自己掉血，掉血。哎，这不应该贪必中好吧？猫头鹰，哎，可以，可以，来给你看一张，自己拿去。
要是你等下留下来，如果说能存活的话，猫头鹰给你额外增加一分。哦，但你要他能存活的话，是摸洒药水。哎，没有。哎哎哎再打他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给我补拍！给我补拍！给我补拍！打过车术！哎呦，可以！打死了！漂亮！可以！漂亮漂亮！这时候我们半死打死的小李独得三分，哦，真的啊！然后我们两个存活啊，获得一分，小李没有分，哎，你跑个分有什么用啊？好，我们第三轮开始啊，那个由我们范式开始好了。好，我要想着一轮拿四分。猫头鹰，掉血、哎。那我这把不是看我的好吧？杀古代巨龙，掉血吧。丢脸好吧，丢脸，投个头子，是不是该喊了？哎呀，扣三血。如果我发动出来，我可以让每个人扣三血，但是我现在只能自己扣三血啊。你看没有吧？那我秒了你。好，我投一个三，你是不是死了？啊，那来，古代巨龙，你有古代巨龙，他能喊古代巨龙。我要说明一下，节目效果也不像你装出来一样。我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数字，比如说一，那就全场只有一张牌；二，那全场有两张牌。啊，来，古代巨龙。古代巨龙，你当我跟你们一样吗？他们故意就炸你的呀！故意炸呀！我们故意炸。猫头鹰啊！掉血！你知道你古代巨龙不拼了，对不对？是呀，我去，真心跟你说的呀。我觉得他这轮会掉血掉死，你知道吗？一个技能都放不出来。好，那我送你们一程。黑暗幽灵。厉害！你回一滴血，回一滴血。哎，看到没有？现在全场都在我的支配之下了。那是四个火球捏死了呀！四个火球捏，闪电暴风雨。哎呀，没有，没有八只。哎，那我也来，好吧？你来，闪电暴风雨。哎呦！再来一发闪电暴风雨。八只。哎呦！我死了！你死了！不是，这游戏是这样玩的吗？能结束？结束的这么鬼？打死！哎，那我是什么呀？存活的人一人一分。哇，原来就是我加三分。好，那我们 all last 啊。虽然我们这个可能有人达不到八分，但是我们最后一盘了哈。小曲开始吧。猫头鹰？哎，没有，没有。小曲他敢喊猫头鹰，说明他很自信自己有猫头鹰啊。那按照场上这局势，我判断我应该没有猫头鹰，但是我有古代巨龙。给我打。好，三点啊，自己自己自己，这给我好吧？全场都静默了，施法的时候全场都静默了。啊，好，猫头鹰。哦，我怎么这种时候不是没有施法动作了？反而给你看一看啊，这是我可以看一下，对，看一看场外的一张牌。哦，然后活下来还能放回去，对，放在你旁边，哦，摆到我旁边上，我不能用它是吧？不能用。哦，黑暗魔法，黑暗啥？黑暗幽灵。不行，往下叫，不可以往下叫。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喊了四之后，只能往大的喊，不能往小的。哎呀，我忘了，我啊，乌龙了，非常好的一个错误示范。啊，好，你只能叫四。火球术。哎，有的，哎，我觉得应该有的，要针对我呀，八字，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拿四分了这个，可以，这游戏是放魔法，还有几滴血，带巨龙呀，两滴血，带两个火球术，他就挂了呀，是，火球术，掉血，啊，这就没有了，八字，真是知法时代，兄弟们啊，这游戏。是要锻炼自己的魔法水准，直到有一天能放出古代巨龙。所以你不光喊古代巨龙就可以了。是的，我也来。呀，我就小李在炸我，古代巨龙，炸你还行？是的，干嘛的？啊，没有啊。干嘛呢？把我当，你以为我和小李一样吗？不要紧，都一点。看到没有？我这上一轮一波炸，把你们全部都带走了，就思维都往炸这个方向想啊。那你我这把正规完，你来，暴风雪，唰，呀，反弹，掉血，带走自己，没有发出去吗？这个暴风雪，没有，八四，该翻盘了，该翻盘，黑暗幽
六雷。可以，八字小雪，从小到大，甜美的梦。哎呦，李哥可以，可以。我不但要打死你们，回满血，我还要直接一波。甜美的梦，摇个骰子，摇个骰子，回多少血？没多少血，哎呦，满了，满。接下来的目标简单了，就是把这三张全部打掉。对，算一算啊！暴风雪，八字，给你啊！差一点，我把药水，这么怂的？对，太怂了吧你、啊！这么怂的，我的天！你要不要再叫一个呀？我把药水。哎呦！你要不要再叫一个呀？不叫了。哎五道，门清、哎。那我也来，好吧？我把药水，哎，八字、哎，为什么要同人不同命啊？真是啊！那就该你叫了，我们两个都叫过了。火球术，哎呀，可以，哎，嘘，哎呀，我就哦，就一滴血了，再你就一滴血了，再一发我就死了，来打我，还一发我就死了，来打我，打我，不敢了吧？我就说来打我，扑我脸上打我，火球术。扣血，居然扣血了！我不管，好吧。从我这边分析，我这一波必须把小曲带走。嗯，哦，两滴血，小曲、可以，来吧，你可以试一试。火球术，八字，扣血，扣血。哎，你有几滴血？我四滴。哦，你呢？一滴。你呢？我两滴啊。那我一下可以一下杀两个人。哎呀，你们刚才那个想了这么多，反应之中，你们的反应之中，你们都不敢放古代巨龙，在这种时候都不敢，不算说明在我这里。哦，来。哦。面部表情。哎，你们都很恐惧啊。给你。我观察到你们这种不怂恿我。好，来啊。啊，我古代巨龙降临。表情都僵了、你已经死了、你或许也会死。哎呀，打死了！看到没有，完美的谢幕。哇，你哇，对啊，我死了，是赢了，直接赢了。厉害！原来范式才是最强的魔法师呀！可以把你这个魔法帽给你啊！给你！帽子戴好，好，帽子戴好。啊，我就是新的魔法王。好了，游戏玩完了，大家对这个游戏有什么感悟啊？小李，游戏是一个还不错的游戏，就是趣味性也很强。这个虽然说你用个小卡片也能代替，但是它毕竟有这个东西给你撑着，然后反正这个设计很巧妙，这个台还能拨来拨去，能换，是吧？啊、哦，是的。但是对我这个魔法精进并没有什么好处。哦，不能学到真正的魔法是吧？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连火球术都放不出一个普通人。你玩了这个并不能让我变强啊。是吧？那你看他招出古代巨龙，我已经是招出巨龙的魔导王了。那范式你觉得呢？哎，我觉得这游戏很好玩啊，尤其是他那个牌啊，摸起来特别的好，然后放在中间就跟麻将一样。哦，洗的时候啊，怎么的？是不是已经爱上桌游了？对呀。可以这样的啊，这简直是我觉得这玩的这三场，不是这三周，这三个星期里面，我觉得这是最值得买的一款游戏啊，一定要去关注的。相信。我觉得啊。这个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而且作为一个魔法师最重要的就是智力，对吧？这个游戏恰恰考的也是智力、没错，就是由我们这个总共范乐一共获得了一分的小纸说出了这句话非常有说服力。好，那么我要提醒一下，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非常好玩的聚会的游戏啊，出包魔法师可以在我们淘宝上进行购买啊，凡事都觉得好玩的游戏出包魔法师哟。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素质三连一下，下周就看不到凡事了。真可惜。下周再见，拜拜。这款游戏海王喜不喜欢玩呀？海王也很喜欢玩，早就过气了。